还害羞了，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还会害羞啊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看的姐姐啊。先帮你倒了这一只啊，你要是觉得疼，就跟我说。不要乱动了，你这样动来动去的，我怎么给你疼啊？坐好了。头靠在我的腿上，头靠在我的腿上，躺下来吧。你的耳朵好脏啊，都没有人帮你掏耳朵，脏死了，好脏。两边都有声音吗？我也没开呀。直接送就可以了。
关注啊，只要你的耳朵就干净多了。让我帮你把另外一边也帮你处理一下，谢语音的飞机。给你们揉耳朵，只要耳朵干净了，揉耳朵的话就会舒服很多了。来，给你们揉个耳朵，
有点少。嗯，这样是不是好多了？是直播啊？什么下班？Thank you.
但是两只手抓来的。刚才冰冰的结束浪漫啦，你们投个票哦，想要继续揉耳朵呢，还是洗头，然后轻语呢喃。有没有人想听绝活的？绝活的话扣一啊！喜欢哥可以飞机支持一下哦，可以飞机支持一下的，可以投一个票。先给忙看一下穿搭吧。今天的穿搭，
西域呢喃将精油是吗？欢迎哥哥，先给我们来一个绝招，绝活儿。晚上好，哥们。今天就让你好好的享受一下。让姐姐给你揉耳朵，揉一揉，烦恼通通都走开了。
你们看一下男友视角。睡觉了，
在啊，在你的身边啊。在你的身边啊，保护你，爱护你呀，心疼你呀，
眼睛已经有点不舒服。别动啊，不要翻过去。我擦一下吧。我家猫是反骨仔啊，它很调皮的。哎呀，我眼睛有点难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到我眼睛里了。说话，也激动的办卡了。你们看一下私信啊，看一下我那个音田通发的私信啊，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你们没有看私信的啊？喜欢的话可以送一个，可以支持一下酱酱。眼睛有点疼，不知道有什么在我的眼睛里。那我们继续啦。
是我的时间啊。坐好热啊，怎么这么热啊，广州好热啊，广州太热了，你们看我头发都湿了，怎么回事？Thank you.
正常吗？真的正常吗？好热呀！我要开空调了。谢谢礼物啦，喜欢的话可以支持，可以送一个飞机支持一下哦。晚上好，哥哥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噩梦。天南山哥哥的飞机，10点到凌晨2点，我好像那个写错了。晚上好，哥哥。晚上好。
说微信啊，你就贡献指导，你说的绿泡泡是那个泡泡吗？对，你也可以补齐，就补到就可以了。我买贡献。广州升温了吗？好，是不是升温了？投个票啊，都可以飞机支持一下。这几天都没有运气过三星四星啊，运气都不太好。心跳是吧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？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可以打出来啊？心跳、打耳朵，还有什么吗？有什么想听的？有啊，心跳模式有啊，这。还有什么吗？
好，我们来投个票吧。有没有哥哥想看看穿搭的？有没有哥哥想看看穿搭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哥哥的话，就不站起来了。但是我眼睛好不舒服，就我试试。第一次来吧，这个第一次来。救我！疼死我了，疼得要命，眼睛好痛。绝活了是吧？绝活，居然没有人想听新的，我等会再给你们来新跳吧。晚上好，哥们。
没收到吗？一点头发给你的，不是我发给你的。你看看有没有一点通的。好，有没有听心跳的？有没有听心跳的宝宝？
是这样子的，有吃有喝就很，真的很作的猫。就现在想，它想吃营养膏了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反骨仔？他现在想吃猫，不对，想吃那个营养膏。你说这个反骨仔真的，晚一点吃又怎么了？你看现在又在做药，你再这样你就滚出去啊，去楼下住去吧。给你自由，怎么贱死？贱！抱起来看看，等我给你们看啊！把它抱起来，你们真的要看吗？那行吧，给你们看一下猫吧。过来，反骨仔。继续啦，是吧？他很胖的，他12斤。12斤，没到20斤。12斤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听到心跳是吧？对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继续了，刚心跳也还要再听吗？差不多了吧，再给你们听一下心跳，
再听个一分钟啊，再给你们听个一分钟，我们就吃个什么跳跳糖什么的。谢谢哥哥的飞机啊！明天我带他去接一下那个神探。好，明天带他去接一下那个声带啊，声带。谢谢班卡，谢谢。呀，你这个 V 饿的班卡，加这个 D。的班卡，谢谢直播啊！吐大口水啊，很不乖啊！小金色吗？淹掉了，是太尖啊，所以叫起来声音很尖，像个太尖一样。
个就是单纯的棒棒糖的声音啊。不要就是这么说，不要色色啊。然后今天因为本来想买那个巧克力吃的，结果还是吃老东西吧，吃一下老朋友。哎，洗吧。啊！救命！为什么这个豆这么难死？吃一个，就吃一个，吃的口红都没有了。今天关注好哥哥吗？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。
哥哥的关注了。就知道了，思欣现在好难过啊。是最后一天了吧？明天就12月了，可怕！给哥们掏一下耳朵。
紧了。像哥哥的飞机，晚上好，阿里嘎多。好，我换一下这边啊。哥哥可以看一下私信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。看到飞机了，好，好，好，
你们想要追我还是亲吻啊？给你们投个票吧，到点了，到点做绝活了，绝活，绝活，还有抓麦，抓麦亲吻音，亲亲。抓麦亲亲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投一个票。送完飞机的哥哥看一下私信啊，谢谢你们的礼物啦。你们喜欢哪个？结果的话就。然后的话，就是口月空，然后专卖亲亲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放点 BGM 我放啦，专卖亲亲就这样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？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两个只能选一个，一个就这样。专卖亲亲就这样，就这样的一个姿势。但是我想你们应该都还是会选择口月空，知道吧？这样的姿势。晚上好，哥哥们，那我就给你们绝活。感觉要多买点头饰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哥们。谢李阳，谢李阳的飞机啦，那我们就绝活 emo 了。今晚为什么？为什么 emo 了？
很烦呐，已没了。我一般烦的时候，要么运动，要么吃东西。我以前烦的时候就会暴食，现在还好了，结果结束了就，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危险的。专卖亲亲啊，哥可以送一个，送一个就知道了，可以送一个哟，哥哥。啊，你们还觉得不够啊？你们还要啊？啊，还要？还要？这三分钟怎么够？够啦，我们就来亲亲啦。
应该也挺好听的吧？谢谢小丑。这个好舒服，还行吧，应该不会睡不着。谢谢哥哥的飞机，对，瘦了一点，瘦了一点点。听一下头发的声音啊，点休息，晚安。好，我用这个调一下木块。Thank you.
听一下学校。小心磕到你了，我面大山，对不起啊，公公。
找的。好，可以选一下最后一个项目了，哥想听哪一个？哥可以投票一下哦。谢谢哥哥们支持他，今天还过来一个私信，等会可能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可能会。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，一二三四，还差一点才过几个啊？四星没过啊？好了，白谢了，打扰。谢谢白雪，谢谢冰淇淋。好，我们绝活，绝活之后看看，
下次得做得小心一点。我再给你们揉个耳朵啊。再给你们揉个耳朵。这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惊喜的事。那你没有揉耳朵还是掏耳朵啊？揉耳朵还是掏耳朵啊？然后就揉耳朵了。投票吧。我本来2点应该下班了，所以就是你们就是等会的话就放录播了，然后哥们看一下想要揉耳朵还是掏耳朵，最后做一波试音我就溜了，睡觉去了。私心的话，明天我看看能不能过。谢谢关注啊，哥哥们。我已经录了，够了。谢谢关注啊。喜欢的话也可以送个飞机啊。私信就差一点点了，谁还做我最后的男人？好，行了，这个比分我觉得应该可以了，我准备一下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早点休息啊，我不要熬得太晚了。早点休息呀，谢谢陆总长的班卡，谢谢小小的班卡。可以的话，等我录播有啊。
住了。这个过分了。
看明白他说的什么一个飞机一一啊。他说的一是一对一还是什么，还是在叫我的名字啊？
晚上下班了，我就不到2点半，我明天再给你们播啊。多去学点手法。那我要放录播了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啊，广州快入梦了。早点休息啊，夜猫熊，晚安，玛卡玛卡，辛迪，拉拉，宝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啊。Bye-bye.